嗨，新来的各位大家好，我们是越南藏族小妹，我叫沈，我叫小袁，我叫小美，我叫小燕子。今天呢，就是阿壮嘛，准备回学校了。对啦，今天我们都来了，我们就一起做火锅，一起吃。然后今天下午，今天下雨，下雨，下大雨。这火锅就是最合适的，最合适，是的。很正啊，阿森和阿庄他们就去医院做那个什么？不知道。带 COVID， 就是带 COVID， 就是说越南话嘛，中国话不知道怎么，中文不知道怎么说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家，准备火锅，等他们。他们回来。OK， 好。今天我们准备做火锅。因为今天小庄要去，要回学校了，就是蘑菇，都是买的，然后还有玉米，还有豆腐，这个是青菜，这个是香肠，还有这个，我家也有香肠嘛，看小美在菜园。我们这边吃火锅嘛，是很喜欢吃生菜的。小美，我去拿生菜。今天又下雨了。以前我们就在这个学校，这里有个也是有一个学校，我们都是在这里上学，很近的。这是小袁家种的菜嘛。来，搭地。下雨了。阿森今天带阿专去核酸，去什么？核酸检测了，在 COVID。因为准备回学校嘛。都要。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学校，所以他们要。怕回家了被感染。这样啊，老板 OK 了。看小庄和阿庄和阿胜回来了，你们来打个招呼，快点下雨啊！大家好，我叫阿川，我们刚刚回来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阿川，没问题，太久了，快点来做火锅啦！吃火锅啊，今天吃火锅 ，OK 呀、啊。走，我们去做菜，先吃火锅。今天阿川要回学校了。就是小袁家的三姐的宝贝，好可爱，喵喵。郑佳敏，见了咱们，佳敏，小米，可以叫小米，小米，小美和小袁在准备香肠，这个香肠我们先煮。先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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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
放点蘑菇。蘑菇。哎，你验吗 ？OK 啦。嗯，快一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哦，等一下，等开就可以吃了。今天阿庄回学校了，好难过哦。我现在他回学校了，我就一个人了。滚吧 ，M A， 没有人，没有谁要帮我做家务了。哎，原来这样。来，发财嘞！今天小袁家的家人也都来了，姐姐姐夫都来。做了两桌，因为他们不吃火锅，所以呢，他们自己做这边的菜。他们吃饭，所以这边有菜，鸭肉、扣肉，这个是腊肉，还有烤猪肉，还有青菜。因为他们不吃火锅嘛，对，这边是小袁的家人吃，然后这边是我们几个姐妹。来吃啦！吃啦！请大家来，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吃。好香啊！好香，火锅最合适了。啊，今天下雨嘛，下大雨嘛。好的，看一下外面，这里都是在下雨、下雨、下大雨的，你看。那个小瓶子出不来了。看上面那边，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。我们的小瓶子在这里。下雨里面都没事的啊，那四人坐在那边是，有点冷，所以我们就坐在小袁家门口这里了。这几个小朋友最喜欢吃的是香肠吧？这好别挑了呀！没事的，我跟好高高一样，拿了门口啊。这是小袁家的四姐。跟我同龄，九八年吧，他有两个小孩了。就在家。中国人。好吧。来吧。平常。吃了吃了吃了，来吃了吃了。东东吃饭，不要戴帽子。啊，帽帽。要磨成帽子。啊，就是。好吃，今天吃的真的好吃。好吃。谢谢。希望天天都能有好吃就有嗨嘛，有好吃，阿姨，大力给他打。他们都喜欢吃这个香肠。哪怕再来这个这就没有了。你们多放点，多放点，全都放了，给小十个小朋友吃吧。那边也放一点吧，等会儿再。小袁家的二姐，我们这边蛮感冒的，是用那个什么，在呀、眼上这里，看看。吃了吃了，一起吃吧。来跟我们一起吃，你那么安静，慢慢吃，不急不急。三个就是这个，三个。分享。还是就这个我就来喝。关着停喽，都停。啊，小小阿庄大口啊。这几个小朋友都很喜欢吃火锅的。今天我要回学校了，有机会
我一定来跟你们一起吃多人了，一起拍视频，一起拍视频。一起长胖。你们谁有看到豆腐呢？来，我看，熟悉都被你们吃光了，肉都被吃光了。我养，今天有风，又下雨，好冷。阿庄多吃一点哦。对，明天就没有了。在学校是没有吃的。学校是经常吃什么？你们吃干奶，吃饭，吃饭，经常吃饭。他的学校是就是不是自己煮饭，是学校煮，到时间吃饭就去吃，是不是？这碗你们要洗碗吗？洗碗上来就好。啊，再去学习。就是有人给你们煮饭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小人家也是很经常送东西和去给他们吃的，送好吃的嘛。天气太冷了，看小连家的小狗都会在一起睡觉啊，抱着睡觉。他们都吃完了。阿张、小美都走了，还有阿顺还在吃呢。昨天也是，最后一个。安迪，不要怕，再吃哦。你慢慢吃，减肥，不要怕。乖，弟弟不会点啊。他们都滚他们。你们收一下，还有这边啊、哦，你们前收一下。洗碗，不要嘛，他们能他嘛？看看，今天天气太冷了，现在外面在下大雨呢。好了，我们的视频今天拍到这里了。请帮忙点击订阅，啊，加关注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